谢娜主持我要上春晚，主持风格未变，网友想念董卿的一天。说到谢娜，大家都知道她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，她已经主持这档综艺节目很多年，每一次都能带给大家不同的表现。不过她做主持这么多年以来，大家对她主持风格都很熟悉了，幽默也很大气的主持风格，在一些大型场合下谢娜也会做主持，不过有的地方处理的不是很好。网友看到谢娜的这一次表现不是很满意，还是习惯董卿来主持。虽然谢娜的主持很有趣，但感觉缺少点东西，所以有的网友表示想念董卿的一天，还是希望她能回来主持。你们对谢娜主持有什么想要说的？